以行动支持台湾农民汐止区农会的汐止友爱高丽菜捐赠活动，这次是购买了100箱的高丽菜，捐给汐止共24处的老人共餐据点、食物银行以及6处的儿少机构。在捐赠活动上，包括了汐止区公所、里长以及社区关怀据点等受赠单位都列席参加。推波这款物件嘛，做一寡公益，主要是安那，咱是农会是在地会敢那讲较大的一寡一个公司嘛，啊，咱嘛希望甲在地一寡企业。甲在地所有诶一寡市民哦，咱结合起来，有好诶物件，阮来推，啊，大家要共享盛举，我们把爱传播出去。高丽菜价崩盘，汐止区农会特别购买100箱新鲜现采的高丽菜，分送给在地共餐，也关怀弱势。当天汐止区公所也颁发感谢状，表示感谢。也感谢我们的汐止农会，他们非常有爱心，知道我们最近哈农民那个因为哈高丽菜盛产哈，导致农民那个。产收哈失衡，所以说昨天就迅速哈通知公所，通知公所哈说要捐赠100箱给我们的共餐单位。非常感谢农会每一年都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高丽菜的一个捐赠，让我们长辈能够吃得健康，也吃得快乐。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农民，让他们能够有地方把他们这些辛苦种植的高丽菜能够推广到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生命当中。除了自赠老人共餐食材高丽菜100箱，现场还出动行动社区小铺胖卡车，高丽菜义卖2颗50元，现场限量50箱，吸引不少民众抢购。而支持农友也做爱心，公所里长都很感谢。记者陈慧玲采访报道。